干爹，您百忙之中亲自莅临，家父晚上约您把酒言欢，另有厚礼相赠。徐家真是手眼通天啊，什么时候连李大人都为他们站台了？你还不知道，徐大少他爸刚刚跟李大人拜了把兄弟，现在人家呀是强强联合。达万集团倒是其次啊，若是能和徐大少结识啊，那以后咱的江总啊可就有事儿了。副总督大人有令。等等，还有我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哎，静和，静和，游乐。副总督大人有令，竞标会开幕。达万集团事关重大，本官亲自督办，力求公正严明。念到名字的企业上台领取标书结果。沈氏集团，沈小波，虚报数据，淘汰。许氏集团，许优乐，资质造假，淘汰。许氏公司都淘汰了。强盛集团，淘汰。天骏集团淘汰。万顺材料公司淘汰。淘汰，淘汰，全部淘汰。乔氏集团。